还不敌饺子盖呢。鸡蛋我觉得他们也不吃吧。我先把话放在这儿。他就不吃荤，明白没？我说什么你做什么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这就是我的意义，学着点吧。以这个洛克萨斯之手的守卫来讲，他已经崩了。全军出击！沙怎么不说话呢？走两步就崩了，他走位已经暴露他的水平了，明白没？喂不饱野兽的话，你就是食物了，让他们自己上钩。该我了吧？一个，我都跟你说了，这种走位来讲的话，他已经崩了。两个电浆带他回家。太容易了。这俩人说话挺有意思。你为什么从那儿走？你为什么杀不掉？哦，是树。我 A 得到，我会死。这盖伦反问我们家 ADC， 你为什么杀不掉？来人救救！坏了，他们要越塔了。真皮肤的狩猎风格是我决定的。哎呦我操！死没？死了也不合适啊！死了也亏呀！我这兵线呢？标记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这相当于这落手刚才白杀了。专为你准备。这他妈没完没了啊！
这干啥呀这？三个了，能来个人不？可以。哎，我操，都这样式的还要杀我呢？我们家皇子到现在还在那打三郎呢。我的好大爷呀，还得人家中单过来干干一波。你瞅你瞅着，你瞅瞅着，我是为了狩猎而来的，但留下来是因为鲜美的果实。下路这波应该是赶快成功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我感觉本来两个都能死。起来的目标才能活得更近。他这波有闪没？稍事休息。好像有闪。还会继续。那有闪其实也没有关系。算了，我怕那海隐过来，我不跟他玩了，回家。海隐来了不合适。今天是狩猎的好日子。死了，我这塔皮估计两层也就没了。他闪现他也杀不了我，我也有闪，我只要不被他拉着我是死不了的，距离稍微把控一下就行。你这蹲的是不是时间是有点早了？你要不然你往这儿蹲的，你搁这儿你能蹲着谁呀？行吧，那我把它放出来一下子，你就绕它一圈得了。有人看到我就会吓到后退。我是在这身躯壳下，你知道我跟他们其实一样。哎，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，没玩好。那闪现放坑上了。这个地方很美，我必须出手拯救。我再稍微再闪慢一秒钟就好，我闪快了。生存是我们都有的本能。哎，我的小老弟儿。这是要干什么？
不就空了。五个。哎呀，可惜呀、啊。没事，凯隐死了。凯隐死了，那就没事了。嗯，凯隐死了，你还能碰着我了吗？世界一直在变化，结果也有人来。哎，纯是害人精，纯是害人精。他不是没了吧？我操你哥的！你管他干啥呀？那我们是一个 team， 我还能不管他吗？得是一支 team。怪物就要来了，我们要死了。你跑得挺快呀、啊、你。你挺能跑啊。哎，怎么那么卡呢？有点短，这我不知道有没有回吗？哇！哎，真瓜呀！这狐狸怎么才九级呢？啊，原来他们大部分都九级。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息，虚空也明白这个道理。我去把 team 的蓝 buff 拿了。你身上有了吧？这身皮肤活在我身上。里头有个针眼儿，小老弟。这卡莎没有上版本的厉害，感觉。你能打个红海吗？打不过吧？他打不过。打不过我搁旁边呢。他喜欢这里，说不定会留下。啊，他又回去了。我必须重新汇集力量。仔细观察，猎物就会自己送上信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Legendary. Shut dow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有人看到我就会吓得后退。可是在这身躯壳下，他们知道我跟他们其实一样。
是不是问题之重。穿的挺快呀，小狐狸。十死不生。这身皮肤让我生存，而我要让他看到什么叫活着。黑切主要是因为我是上单，我要是 ADC 我肯定不出黑切的，我要 ADC 我就收集者，我这上单没人保，我自生自灭，我整一身虚虚装，这也没人管我呀。我决定下波啊，下把玩个卢仙。要不来个卢仙，也出个黑切。放下愤怒吧，没有任何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差点就把我打死了。快跑！我决定不在这里回城。有点危险，好吧，不危险，回家了。我说我怎么老卡一下呢？原来又变成那个样子了，就是这个小龙地图一出现啊，就卡一下子。一更新有的时候就这样。每次版本一更新，小龙一出来，那地图就咔嚓的卡一下子。泰坦怎么敢这么抖？不太能理解。我这你什么意思呢？咱俩打一架呀？啊？就你会隐身吗？这黄子儿可那啥啊？可就放了一个旗子，别的可没放。我这是单杀。W 都不用一下的吗？你就直接钻。不够，必须要奋战的原因。来件保命，
4090要出了，换了就不卡了。4090啊，利用他们的换了。我这个3080派，对，我这个是3090吧，忘了。我这个3090应该用个再用个3年吧。3年应该不坏显卡吧，现在我估计3年以后要么就是内存坏了。要么就是别的地方坏了，要么反正显卡不太容易坏了。